咁呢個係加拿大移民局發出嚟嘅新聞稿嘅，佢就話上個月咧就警告咧我哋國際留學生咧嚟到呢度咧，無端端就本來攞 student visa 嚟到呢度就申請庇護，咁庇護應該有好多唔同嘅範圍嘅，有譬如受政治迫害啊，申請做難民啊，各方面嘅。咁佢呢個係我哋移民部長叫 Mark Miller 呢個米勒部長。就喺國會山莊嗰度，舉行個內閣會議之前咧，就發表咗一個 press conference，就公開講話，重點就介紹咗多倫多有個學校，同埋喺我哋BC 省入邊咧，啊唔係喺Ontario 咧，另外 Kitchener 嗰個地方咧有個學校咧，咁佢話前者國際學生庇護嘅申請由2022年嘅300人咧，增加到2023年嘅700人，後者嘅國際學生庇護申請就106人增加到450人。咁呢兩個學校咧，都係收好多國際留學生嘅。咁尤其喺 Waterloo 呢個 region record 咧，咁佢就話係即係佢話呢個咁地區記錄咧，就係呢兩個學校原來都係個 area 嘅。咁佢就升咗好多。原來呢個 Connecticut College 喺2023年批准國際留學生，即係發出個 visa 嘅許可申請咧。喺加拿大所有專上院校名列前茅，係總共錄取咗30,395個國際學生嘅，即係喺一年啊，30,000幾個國際學生。咁啊，BC 省嘅 UBC 咧，原來係排第二。呢、这個唔係 UBC，原來呢個 University Canada West 講錯咗，係排第二，有13,900幾。咁啊，第三就喺 Ontario 有個。Frank Shaw College 就排第三，11,700幾啊！我都估唔到呢啲咁嘅 college 或者大學咧，收咁多國際留學生，好犀利喎！30,000幾，你可能成間學校都係得40,000零咁，30,000幾嘅國唔際係啊，名你額咯。U 嗱，其他學佢安省嗰間我唔識啊，University Canada West 我就好熟悉。係，呢間係一個私立學校，係佢咪？即係個一萬三私立千幾咯嚇。學校咧就佢初起嘅時候得幾廿人嘅啫。哦，老實講，開始嘅時候，佢而家呢幾年咧就因為即係呢個收學生加拿大收國際學生個條例改咧，同埋咁進取咧，佢就由一年有幾十個、幾百個，而家到幾萬個，係咪？咁咪佢呢個校園唔係好大嘅啫嘛，佢個校園就係。喺呢個Wilder，即係 Vancouver Wilder 側邊嗰度啊，即係一個唔係好大嘅地方。咁咪我相信個困難咧就係咁樣，即係話你政府出咗條例之後咧，我諗佢審核同監管。都好出咗好多問題咯，即係呢間學校係用即係收10,000幾人係唔 make sense 嘅，真係其實，即係佢唔應該有咁嘅規模去接受咁冇多學錯生，冇錯，因為佢你收咁多人就係淨係由賺錢嗰個角度嚟睇，而唔係用教育冇錯，嘅角你度即嚟睇係啦。Langara 我熟悉啊，Langara 咁大嘅係。學校，咁、那個校園嗰、那個先生咁嘅規模。都係1萬鬆啲學生啫嘛，係咪？咁佢依間咁細嘅學校，萬四咯，13,900幾。啲學生點讀書啊？真係啲學生點讀書啊？即係根本係容納唔到嘅。唔係，佢就話啲學生有一部分嚟到呢度，可能係用一個移民嘅跳板啊，嚟到呢度，可能申請難民啊啲咁就留喺度，咁就基本上你趕佢唔走啦嘛，咁佢一路拖幾年之後就會真正係入到籍嘅咯。啊，難民就唔係咁容易嘅，查實。難民查實呢個因為即係大家對難民個了解咧，應該好清啲咩就係咧加拿大收係政，所以正係政治難民，係咪？即係話如果呢個人喺個原居地係受到因為宗教、因為種族、因為佢個人其他嘅問題係受到政治迫害。佢能夠證明到佢係有咁嘅人咁嘅原因，佢先可以即係接受到佢做呢個政治難民嘅申請，同可以批准到移民。如果唔係唔係咧，以你前以前我知道好多人咧就係話，因為譬如以前中國係一孩政策啊嘛，你有第二個細路仔要逼你落咗去咁，呢啲已經係一個佢去申請難民嘅原因啦，就係話我而家大咗肚，我係如果我仲留喺嗰度，我就會被逼要墮胎，
咁就已經係一個理由可以留低咯。咁另外一啲就係、是，譬如你喺伊朗啊啲回教國家咧，咁啲女性受嘅待遇可能係某啲程度咧係會受到迫害嘅。嗱，咁佢哋又可以用呢個理由去申請。我以前有個朋友做難民申請嘅，咁我幫過手啊，即係1980年、90年代喺加拿大。我哋做過一個 case 就係、是，即係喺大陸，佢係因為一孩政策要墮胎而申請政治迫，因為咁係政治迫害而申請難民係成功嘅。咁但係咧，我哋提出嚟啲文件同埋證據咧係唔少嘅，唔係話咁你講一句，你話我係因為我以前墮胎，我有細路仔佢逼我墮胎，所以我覺得甚至逼我。咁你第一你要證明你曾經有細路，第二你要證明佢有迫害你，第三你要證明你有墮胎。你有呢三個條件，你然先可以申請證明。如果唔係得你個，你係人可以話：嘿，呢個政府逼我墮胎，我墮咗胎，所以佢受政治迫害。呢、這個唔係咁簡單噶嘛，係咪？即、就、係、是、你有證據。我谂问题咧就系、是、出自喺嗰啲中介嗰度，喺啲海外嗰啲中介咧就呃嗰啲人咧就话啊咁样就得噶啦咁样咁样嚟咗先算啦咁样，到时你嘅 take a chance 系得就得，唔得就俾你翻翻去咁样，但系都起码冇一段时间。咁变咗嚟讲，佢可能系就系呢啲咁样俾人分咗过嚟，咁然后就变咗系根本系嗰个移民顾问都知道有机会搞唔到，咁但系你俾咗啲费用啊咁成，咁佢就赚咗个不在少数。呢、这個好多好慘嘅故事嘅，譬如好似啲印度嚟嗰啲，係好多系時候咧，要賣田賣地，壓即係想屋企嘅所有嘢賣晒，壓晒，然後就或是幾家人係供一個人嚟加拿大，係咪？咁佢嚟到咧，俾啲中介呃咗嚟到，佢搞唔到，係咪？然後佢要加拿大留喺度嘅時候，佢做最低工資嘅工作。咁你知道如果温哥華嘅話，你做最低工資工作，你根本係生活唔到嘅一個人。係咪？你揾2000蚊、3000蚊，你租屋住食，你根本係完全係揾唔到食嘅。咁所以好慘嘅，即係實呢啲故事咧，就好多係好慘嘅故事。咁、那個問題咧就係話，即係加拿大政府個諗法係好啱嘅，即係話要同其他國家去競爭，去澳洲、英國、美國去競爭，去爭取多啲海外學生，而希望啲海外學生讀完書之後變成移民，係一個有。即係一個好有即係移民嘅一個好好嘅來源。咁但係好多其他嘅問題咧，政府係諗唔到，同埋咧佢哋冇咁嘅制度，冇咁嘅人手咧去監管，同埋令到呢啲咁嘅問題唔出現。咁所以而家加拿大政府開始知道呢個問題存在。咁佢所以咧而家開始要收緊，即係個收學生同埋收學生個過程，佢哋會作收。因為如果唔係繼續落去嘅話咧，好多問題會衍生出嚟。你頭先講呢個問題就係其中一個問題，另外，因住為有咧，一個問題啦。一申請到政治難民咧，佢一申請政治難民咧，佢得唔得咧？佢要留幾個年，你就要同埋留。加拿大使好多錢㗎，即係佢係，應冇錯，付你每個人去，冇即係錯，好多人力物力去甄別你係真正嘅咩，冇即係錯，做你冇個錯，個案都要使好多錢啦。冇錯。所以點解美國係唔肯做呢樣嘢就咁解？如果美國肯做咧，就美國10倍我哋咁多問題，美國係唔肯抌呢咁嘅資源啊，咁咁其實所以美另一個報道點講咧，就話聯邦政府對國際學生嘅數量咧定出2年嘅上限，即係限制咗唔可以無止境咁樣收呢啲學生。咁佢其實 B 省咧將會係受到一個好大嘅影響，因為有好多呢啲所謂嘅 college 或者大學咧，佢係用呢啲咁嘅海外學生嘅收入咧係維持佢營運經費，咁所以佢會損失。即係幾千萬嘅收入，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學校即係經濟上咧，係會有一個好大嘅困難咯。呢啲咁嘅叫做高等教育機構咯。咁其實咁佢因為1月之後宣布咧，就係限制咗係新發嗰啲即係 Visa 咧，係得36萬個，就較去年減少咗35%，全加拿大。係啊，呢個，譬如我舉個例啊，即係喺 pandemic 開始嘅時候，即係2020年嘅時候咧，咁啊當然好多海外學生，就算佢收咗都嚟唔到加拿大，係咪？因為根本都唔學校都大唔家。開放。開唔開放啊嘛？咁所以有間學校咧叫 Laurentian 喺 Ontario 咧就
財政就即刻出現問題啊！即係 basically 咧，佢哋係即係瀕臨破產邊緣，即係經濟係搞唔掂。咁呢個問題就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哋以即係過去即係個 pandemic 之前咧，佢哋好靠海外學生，因為海外學生提供嘅學費咧係比本地學生係多4倍，平均嚟講多三幾四倍。喺 UBC 國際學生話8倍，即係同係啊。本地嗰啲比。係啊，好犀利嘅，好犀利，好犀利。咁所以咧就即係會一定有影響啦。咁邊啲人有？我覺得邊啲學校受影響咧？即係頭先啲私立學校會受影響，因為加拿大政府如果要收少啲學生，佢就要可能會收啲淨係去啲比較大同埋比較好嘅學校。係啊。啲即係私立學校佢唔應該收啦，係咪？或者收少好多。比較細啲嘅學校同埋個名譽冇咁好嘅學校咧，佢嘅影響就會較。就會大，咁呢個係一個困難嚟嘅。點解咧？因為以前咧，譬如我哋讀書嘅時候，譬如幾十年前咧，所有嘅公立學校咧，就是、加拿大嘅政府係100%嘅津貼，係咪？因為專上教育係省政府嘅責任。但係以過去呢二三十年咧，嗰個補貼，即係專上教育嘅補貼係越嚟越低嘅。而家咧，一般嚟講咧，嗰個比例係大概40%。一定唔過50%嘅，30%幾40%嘅啫。咁即係話咧，個學校嗰個經費咧，又起碼有一半咧係要經過其他嘅來源。咁咩來源啊？主要咪就係學生啦，係咪？咁如果你 cut 咗呢個咁容易嘅增加費，即係收入嘅來源咧，咁對有啲學校就可能會有啲影響。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足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年费1000蚊，请即订购支持。